作为一个东北吉林的高达玩家，线下店都非常少，更不要说展会了，所以我一直很想去一次上海，感受一下线下氛围，刚好趁着 CG 展顺便逛一逛。第一天直接先到展会，进门就走了一个小时啊，帮大家跳过。薄膜场馆逛了一圈，除了一些以往产品呢，各品牌还有很多新品和徽模展示。几个比较巨大的雕像确实很吸引我啊。万代就厉害了，直接就是单独一个场馆，我全程目瞪口呆的逛完。上海高达基地的1:1自由是一定要看的，当然对于限定无非是一些彩透换色，嗨，我肯定不买，除非你们喜欢这个，你们应该喜欢，还有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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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我可没什么私心啊，这都是视频素材。至于百米巷系，有很多接地气的高达模型小店、卡牌小店，还有各种扭蛋机，非常值得逛一逛。最后就是万代魂商店了，各种各样的 SHF、R 魂、全背包的 MB 强袭非常吸睛，而且还有很多新品展出。这几天整体逛下来，基本就是一个人挤人的状态，人实在是太多了。但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身边人所不理解的爱好，也能被这么多人爱着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酷了。